一个每天生产300多组锂电池的工厂是什么样子的？今天我带大家详细的参观一下。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分熔和老化车间，每天可以同时分熔6000多片电型和老化300多组锂电池。派克流水线3条和1条打包流水线。每一组锂电池有专门的生产流程卡来给电池绑上唯一的身份信息，方便日后的查找。所有的锂电池都是经过激光焊接来确保电池的安全、稳固和一致。所有的锂电池在出厂之前都会经过全面的品质检查，确保交到客户手上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。锂电池装箱之前会根据产品的流程卡将电池的信息录入到电脑存档，调试好锂电池的 BMS 和装上保修卡之后就可以打包发货了。锂电池云监控系统实时监测每一组锂电池，大家有需要批量锂电池的可以联系我。